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，今天去吃好吃的。本期节目由麻辣空间赞助播出，优惠活动敬请关注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家非常非常健康的饮食的连锁，叫做 Super Jenny。然后它在亚特兰大城里面有两家，在 Book Heaven 有一家，我们今天来到是在 Roswell 的这一家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餐，真的是又健康又美味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品尝。Super Jenny 一进店就是扑面迎来的小清新风，每桌的椅子都是不同的颜色，十分可爱，就连墙上的菜单都是铜枝手绘风画面。他家每天的汤品和配菜都有所不同，客人们可以在开放的中央厨房区点餐，一般上来会先选汤品，有不同大小的容器，之后可以选择搭配三明治或是沙拉，最后是面包、饼干和自选饮料，餐具也是自取哦。他们家的这个 lunch combo 还蛮不错的，像这一份的话，包括一个汤，一个完整的整个的 salad， 然后有一个 cookie， 然后有一个小面包，还有一个苹果，还有一个 drink， 然后这个 drink 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。这一大套呢是18块。然后我这边是也包括了，这个好像是半个汤的感觉，这边有一个 sandwich， 然后这边有半个 salad， 然后也是有一个面包，然后有一个 cookie， 还有一个苹果，以及我自己选的 drink， 也是18块，非常划算哦。为了促销储藏的汤品，店家还经常有冷藏汤品的优惠，比如购买一个 quart 的汤可以免费带走一碗冷藏的。 Super Jenny 的创始人 Jenny Levison 原本在纽约从事戏剧表演工作，并在餐厅打工贴补生计，感觉有点像生活大爆炸里的 Penny。 演员之路呢没有太多起色，他后来渐渐就倾向于做餐饮业了，还开了一家小店，但开店3年后遇到了他的丈夫，两人突然产生了环游世界的想法，于是说走就走离开了19个月，还在环游过程中学习到了不少其他国家 homemade soups 的做法。于是回到亚特兰大后， Jenny 用自己在 LA 做手模赚的钱开了第一家 Super Jenny。 20来年后，现如今的 Super Jenny 已经有4家相当有人气的连锁店了呢。